大家好，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如何新增使用者账号及密码。首先，我们在 CMP 首页点选右上方 KM 站台，接着点选管理，点选左方基本资料维护，再点选右方新增成员。可在此处输入使用者账号及名称。按确定。接下来就刚刚输入的使用者账号，点选右方编辑键，即可输入使用者邮件及密码。按下存档键，即完成使用者账号及密码设定作业。